近听说顾晨要招女仆，招保姆每月18万，那我必须去啊。走路中，终于到了。少爷夫人好，隔壁那栋别墅就是你的房。好大呀，这床好舒服。少爷好帅哟。仆人过来。夫人让我过去。来了来了，有什么事夫人？去做点东西吃。好的。煎个蛋吧，再弄个面包。做好了，放在桌子上。少爷夫人请吃，我出去走一下。好的。买件 JK 好了。这套蓝色的吧。哇塞，这里的娃娃好漂亮啊，可惜太贵了，买不起，以后我再来买吧。少爷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行。那我先回房了。穿上。到底要怎样才能让顾少爱上我呢？算了，先睡觉吧。我想到了可以用迷魂药。少夫人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好的。
应该就是前面这个家超市。先买点吃的。那个老板有没有迷魂药？有你自己拿吧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一万。哦，好的，给你。我走了，老板。我先把吃的放好。少爷夫人，你们能不能走开一下？好吧。好吧。趁他们不在，赶紧放。多放点，越多越好。少爷夫人吃饭了。就等他们吃完。药应该快发作了，我先去收碗吧。那个星辰，我要出差一下，你去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。好的，夫人。这臭婆娘的行李还挺多。夫人，我收拾好了。你送我去机场吧。好的。经过那件事，我最后和少爷在一起了，草率完结。